再不给我打钱，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。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。瞄准你家的导弹，现在已经排列成堆。科技板块信大葱，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。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，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。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，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。你别在这儿跟我俩磨掌擦球啊！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，马上赶紧汇款5000元。来。哎，给我挂了，来，给我挂了。不是你瞅啥呀？哎，我瞅你咋的？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，能不能离我远点啊？客户都给我干黄了。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！你不是怎么的？哎呀，我这把你厉害的，还拿导弹，还炸这个炸那个的。你玩斗地主，你摸过炸吗？你呀，你编这玩意儿谁信呢？你编那玩意儿好。看什么玩意儿？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，你有点常识行不啊？啊，那玩意儿烧汽油，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。你可别跟我俩大糊涂了啊，小绿豆蝇啊！我告诉你，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，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。有没有经验呢？遛没遛过狗啊？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。不是你跟我俩嗡哇的你，我就跟你俩嗡了哇了咋的啊？嗡了哇了，嗡了哇了，响哇了响哇了响哇了响，嗡嗡。味儿有点大。你离我这么老近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是有胆的话，你就碰我一下，我立马我说躺地上，我就提辆新车，你信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都不用碰，我就自个儿躺下。明天楼都不买，直接提塔。哎呦妈！我现在我嘎这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马上我就进 ICU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天8万，我告诉你，我讹不死你，信不信？